鬼魂的照片让鬼采盐，然后用圣木。等我一下啊。师母的车坏掉了。哪里？地下室。地下室最里面啊。嗯。在地下室最里面。所以它只有哦，这个是猫照片那个琥珀鬼的照片，附近用圣木。啊，之前太黑了吧？请给我个信号。给我个信号。咖喱拌饭。外卖，给我个信号。外卖，外卖，咖喱拌饭。先开了。好，我们先开。欸，刚刚有门的声音呢？有。没有，那是我没拉好。哦。咖喱拌饭。给我个信号。这一间，嗯，这一间没有，你要关灯啊，你要关灯喊，你要关灯。哎，他真的是打开这个电风扇就会有嗡嗡的声音。给我个信号。那个柜子是你开的吗？不是，有点，我刚进来他就开着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刚开的，不是啊，地下室地下室 ENF 都没反应，这柜子他都会自己开啊。给我个信号，鬼妹，哎，骨头，咖喱拌饭，捡起来，哎，谁把书丢在桌上啊？我。说不定他走一走，他就会写字了。写的，对吧？啊，又没通灵盒。啊，又没通灵盒。对啊。没有啊，不一定他只回应你啊，他有可能回应别人啊。他关灯了。快去哪？嗯，客厅没有车道。开了，我是觉得那个刚谁哦，你开电视哦。我是觉得刚那个柜子到底是谁开的，我很好奇。开喽，你给我一个讯号，我去喊喊看。现在总活动强度都没动啊，哇！请给我一个信号。请给我一个信号。没反应，换另外一间。下面都没有东西耶。请给我一个信号。外卖，咖喱拌饭。没。请给我一个信号。我们都不开灯。请给我一个信号。请给我一个信号。请给我一个信号。就刚刚有门声呢。信号，我关的，啊、关的。哦，信号，靠北，我好了。不要随便关门啊！我要听门声。都被关了吗？请给我一个信号。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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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给我一个信号。请给我一个信号。信号，外卖。这就没有了啦。一个信号。还有客厅，我哎关灯了，我操！关灯了，在地下室最里面。有，我刚好在这边。关灯鬼是不是啊？一直关。请给我一个信号。开了。请给我一个信号。哦，我开的，我还抱歉，不小心关到门了。我、哦、客厅还没验，救过救过。请给我一个信号。
请给我一个信号。请给我一个信号。哎、欸，我这边，我这里，我这里。五级吗？我这里，我这里。没有没有没有五级，没有五级，不到不到，走吧走吧。有信号。客厅客厅。哎、欸，刚怎么听到咕啾啾啾？什么东西？客厅客厅。靠北绕了一大圈，就在客厅。妈的！哎、欸，有活动哦。采盐。禁使用圣木，直接。你们刚盐巴有拿了吗？拿了。我没拿。拿了，我拿了。你们撒在哪？你们撒在哪？还没撒。还没撒，还没撒。感觉在门口哎、欸。我们等一下先看我们逃跑路线啊。你圣木怎么先烧了？因为他要在附近使用啊，就直接任务先过啊。有过吗？看一下，过啦、啊。我加一个摄影机在这里。所以鬼在这，看不看在客厅哦、喔。对啊。那我拿这个书过去。哦，你盐巴撒了，那我不要撒了。鬼就在这里啊！我刚在这边验到了，我这里。书放着。还是他会在隔壁啊？我们隔壁有东西吗？哎、欸，隔壁车库也、欸、有可能哎、欸。哎、欸，在闪灯，他在玩灯。你盐巴撒车库吧，你的盐巴撒车库吧。哎、欸、耶，他在玩灯。我不在啊，我没拿。哎、欸、，EF 嘞？你们谁拿了？會不會看是不是有被什么东西盖住？我没拿，我没拿。好，我在我手上。回车库看一下。再多加。你这边，你这边，这边撒个盐巴，车子旁边。哎、欸，你一台 V 八架。好，撒完了。架外面是不是？我架在沙发那边，开过来的。没有指纹呢、欸，有指纹？没有，没有，没有。哎、欸，他玩门吗？门关起来了。没有啊，门关起来了，我刚没关呢、欸。我看是开的呢。我刚关的。对吧？我在打东西，有可能在车库另外一边，也有可能。车库可以加一台看看。哎、欸，有采盐的哎、欸。哪里采盐？正解吗？难道是在这？这里？我是觉得在客厅啊，我刚客厅验到了。先把你这摄影机标下这里啊！我要看那个。不拍啊！我要看那个啊！那一台摄影机怎么在正对面？哎呦，他玩门，他玩门。你怎么知道？因为刚刚那门是小孩打开的、啊，他现在关一半。风吹的吧？看，真的假的？有灵球。有这个设定。有灵球。有灵球。哎。灵球。那这样不会有 EF 不会有。看一下有没有指纹，刺骨寒温笔记。书咧？书在里面啊，我已经放一本了。还有一本在楼梯，还有一本在楼梯。我在看鬼会不会？风铃盒、点阵投影你拿了吗？我有加一台在里面。风铃盒。哎、欸，有鬼魂，有鬼魂。点阵投影。有鬼，点阵。有点阵，有点阵。而且他走很慢。对啊，他在玩那个门。你看，小浩，你刚刚全开的，他现在玩一半。不会有笔记、他玩灯。不会有笔记，主要是指纹啊。寒温应该不会有。对，我要照那个门不会有。照门吧，照门吧，走吧，他不是玩门吗？通灵盒，通灵盒也可以喊喊看呐、啊。有啊，我带我带。轮流喊喊看。先看指纹吧。你好。153旅炮兵报到。
抓到，抓到了吗？欸、我拿照相机，因为要抓鬼的照片。然后你们拿什么？要指纹。来了，在哪里？腰抱上，在这边，快，在门上面，这边这个门，看到了。哎、欸，走吧。啊，还有一个任务哎、欸，指纹是女妖，还有个任务哎、欸，害鬼的照片。我们要先找，我们要怎么绕？十字架附近会降低攻击欲望。我们要、啊、怎么绕？绕车子啊？什么不绕？先开始绕，那屁讲。车子吗？绕车子啊，就是不要走太快，它过半的时候我们才能过半。好啊，先把门大开，这个先关一半。车子的门好，就这样。哎、欸，这边很暗哎、欸。啊，你们有先把灯打开，哎、欸、啊，怎么又开门了呢？啊，你们只有一个人带照相机哦、喔。玩门呢、欸？我也带啊。你那是 V 八啦。什么 V 八？他是玩门呢、欸。在玩门啊。他开门了，干我关你门，你在不爽是不是？他妈的。欸啊怎么打开了看你、啊、他还是玩门呢、欸、他妈关你门你不开心是不是嗯左边有那个脚步声欸杀了妈正在闪有这上面有指纹还杀了吗？还没吧？还没杀。再拍一张。指纹。有。我们就站在这观望着他。八嘎老老。有通灵盒，我去拿通灵盒吧。靠背哦、喔！不要忽然开门哦、喔！他在厕所玩灯鸡巴哦，没有，他在那个门口。ENF 在响，我要不要去拿通灵盒把他激怒？不用吧，我准备好武器了，开锤。我们等一下慢慢绕。来了！哎、欸，不要进去，你进去会被杀吧。来了，进来了吗？哎、欸，右边，他从左边。你有拍到吗？干，卡住！啊，僵尸！跑快要跑快！没了，可以走了。嘿嘿，阿金别躲里面，好飞！快上！瑞斯开锤！快跑！哇，要杀了吗？没有，怎么会有声音？哦、他在旁边而已，变身而已。有拍到吗？瑞斯没拍到啊！没拍到啊！半白痴哦！变烂哎！没有，有拍靠近他，他会糊掉。你自己看照片。变烂哎！瑞斯开锤！变烂哎！来，再拍一张，一人拿一台相机。再拿一台。然后小一起从那个门那边偷拍，做得到吗？小一起。我试看看。相机在上面啊。这个相机在上面了。好，这个是。走。我觉得一进去要冲，直接冲车库哦。我觉得他一进去会开杀。我也是这么觉得。等我啦。我进去，我出来。
啊，走走走走走走。哎，穿穿门哎、欸！来来来来来来来！第一视角没了。干嘛？啊，那个门就一直在那边叽叽叽哦。还在欸。他在杀欸，他是不是卡住了？靠背啊，过来啦！来来来，他在外面走来走去。嗯，他走掉了。我在车库啦，没了。什么啊？什么啊？宕机了是不是？没有啊，他没有闪啊。靠背啊，过来了。白痴欸，这只鬼是怎么了？先把门打开。然后等一下他来的时候再把门关起来，然后你们就从窗户偷拍，哦，完美。不来了，炸弹！看，为什么老板要跟着你们一起？哎、快快快，关门关门关门！啊！我的，魔法！来了来了来了！哎！震动圈，震动圈，到底在哪里呀、啊？右边，右边，右边！没拍到，没拍到。它就是会变糊掉，不是真的不拍。哎、欸，它在你们后面很近，你们要那个。拍到，拍到了。然后你也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你一直卡，我看到你一直卡住，然后，哎、欸，小雨区怎么走那么快？没事没事，我拍到，我拍到了。哇，身先士卒，我直接把自己给暴毙了、欸，哎，可以吧？这可以吧？那赶快闪了。女妖结束。他刚追你们追很快啊。好，选好了吗？选好了，选好了，选好了，直接走吧，直接走吧。人没了，人没了。没事没事，牺牲小偶，让老板拿星星，可以吧，老板？哇，专业的攻读生站在那边给他杀，先拍他一张照片。女巫转翻啦、啊！